据言，指挥方式有集权式和分权式两种，美军的任务是指挥属于后者。显而易见，瞬息万变的复杂的现代战争中，分权式指挥的效率更高，但对人员素质和指控系统的现代化程度也提出了极高要求。之前的文章中，我们已经对分队指挥员的能力素质、指控系统的情况都有涉及。这篇文章中，我们来一起了解下任务式指挥理念下，美军对士官队伍在旅指挥所中的地位作用的认识。原文作者：肯尼斯·基林斯沃斯，美军第196步兵旅总军士长，2016年3月著。美军军事军衔中，美军军士相当于我军士官，为便于理解，正文中翻译为士官，最高为陆军总军士长，只能有一人拥有此军衔，其次为总军士长。军士长可在300到1000人的营一级规模部队中协助军官工作，直接领导士兵和初级军官，还可以是营规模指挥机构中的高级军士。总军士长基本工资为5053美元每月。2018年陆军总军士长工资待遇只有配置每次训练补助 Hazard Pay 至危险性工作津贴。显然，训练强度越大，危险性越高，待遇越好。这也是美军通过物质待遇激励官兵投身一线的手段之一。士官领导士兵的历史可以追溯自弗里德里希·冯·斯特鲁本将军那段历史时期，他就在书中界定了士官的职责。虽然后来士官队伍越来越壮大，在军队中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但士官完成战斗任务和培养士兵的职责始终没变。士官通常在战术级单位活动，完成连排班的日常行动，是执行复杂战术任务，培训新兵军事职业技能，组织单兵及班组及训练的主体。士官在照顾士兵和家庭的同时，还要负责武器平台的维护。士官需要训练、指导和教会士兵了解部队的任务，并为保障完成任务，设计相应的训练科目和流程。在这个过程中，士官还要向士兵们灌输美国陆军价值理念和职业伦理，确保士兵们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弗里德里希·冯·斯特鲁本 ,1730 年到1794年也被称为冯·斯特鲁本男爵，是一位普鲁士出生的军官，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担任陆军总检察长和陆军少将，他被认为是大陆军队的创始人之一，他编写了《革命战争演习手册》。这本书在1812年战争之前一直是美军的标准训练手册。在战争的最后几年，他曾担任乔治·华盛顿将军的幕僚长。美军在2015条令体系中明确了任务是指挥在各级领导中的重要性，并在过去五年里对士官在任务是指挥中的职能进行了界定。但是，从我们士官的角度来看，对如何在指挥所中发挥作用仍然比较模糊。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过去那么多年来，士官最擅长的是执行战术任务，因此旅指挥所的环境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所以我打算结合我在担任作战部门士官长，包括参加太平洋多国战备能力联合军演期间的一些体会，谈谈对士官在旅指挥所中的角色的认识。01任务是指挥与指挥所，指挥所基于特定功能进行设计和组建，大部分指挥所中需要开展的工作包括维护更新通用态势图，实施评估，控制战斗行动，开发和拟制命令，与上级下级和友邻协同，为指挥员控制战斗行动，下达战斗命令和实施战斗推演提供场所，保障指挥员的军事决策流程。任务是指挥包含两个要素，指挥艺术和控制科学。那么士官将在整个指挥流程的那个阶段介入，旅指挥所中士官的角色是什么，士官如何保障指挥员任务是指挥的实施。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看指挥所日常任务包括哪些。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指挥艺术和控制科学的需要通过指挥系统和网络实施。如果士兵们没有进行过这些作战信息系统业务培训，那么
我们如何能利用好这些信息技术呢？因此，我们必须根据指挥所岗位需求，确定合适的士官和士兵人选。为了使任务式指挥贯穿各个战斗要素，旅指挥所中运用了大量的指挥系统，包括联合能力释放 SCR 系统、SCR 注册系统、高级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空中导弹防御工作站、防空系统集成系统、战术空域集成系统，以及未来指挥所 CPOF 等等。这些还只是指挥所各要素使用的任务式指挥系统的一部分，士官掌握制控系统的操作和掌握战斗技能同等重要。如果要把士兵分配到指挥所某席位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制控系统也是他们必须精通的武器之一。为此，美军在任务式指挥卓越中心 MCCOE 专门开设了任务式指挥数字化高级操作员 SCDMG 课程，培训信息系统操作和维护方面的专家。并不是每名士官都需要成为指挥系统操作专家，但是 MCDMG 课程能够加快指挥所的运转效率，使士官能利用信息系统操作能力更好地保障指挥员需求，同时他们还可以成为信息系统维护培训方面的专家。当然，在旅指挥所中，士官的角色远不止于此。02指挥所战斗花名册旅指挥所的结构非常复杂，各战斗要素和各参谋部门、各种装备、系统以及内部人员训练需要大量的人员参与，因此不论高级士官和士官长是否经验丰富或经过培训，都需要他们参与到指挥所的运行中去。第一步是组织人员和设备，形成指挥所的实体。可以采用的方法之一是参考编制装备表，以此确定那些人员和装备由士官或士官长负责。下图是战斗花名册的示例，借助战斗花名册，士官能够掌握旅指挥所的整体情况，而且容易通过编制装备表发现人员或装备的短板。指挥所战斗花名册还可以作为高级士官和旅士官长组织指挥所战术机动和基于岗位进行特定训练的依据。图中 XO 执行官、 S2 情报参谋、 S3 作战参谋、 RDO 电台操作员、 S4 后勤参谋、 S6 通信参谋、 FIRES 火力部门、 8 空域管理部门。03指挥所结构按类型对指挥所进行分类，能够使士官们在开设指挥所时制定规范的程序和流程。指挥所可以分为实体结构、设施、信息系统和显示终端、电台网络。实体结构，实体结构可以是帐篷或者停机场的建筑设施。长期全球反恐战争中，多数时候美军都在机场建筑设施中指挥部队，其开设机动指挥所的能力大幅度下降。而复杂作战环境中，旅一级部队合成化战术机动的指挥控制活动需要在帐篷中实施。指挥所的布局能够提升或降低任务式指挥的科学性，因此开设指挥所时，首先要确定指挥所布局，通常由旅作战部门的士官长、执行官和作战部门负责该工作，并报指挥员批准。目前美军多数指挥所都是由标准化的拖车式保障系统 TMSS 搭建，因此士官还需要对士兵和初级军官进行相应的操作培训，让他们掌握操作 TMSS 搭建指挥所的技能。需要注意的是，仅仅理论培训是不够的，需要对这些技能像战斗推演那样进行反复演练，直到完全掌握为止。指挥所战斗花名册中的每个人每台设备都有固定的位置，反复演练是实现快速开设指挥所的唯一途径。任务是指挥信息系统和显示终端信息系统培训问题之前已经提到过了，一旦指挥所物理结构和供电系统搭建完成后，就可以同步开展布置桌子、椅子和部署信息系统的工作了。为了使各级的各个参谋部门共享态势理解，需要在指挥所当前行动单元负责24小时内的作战行动，利用显示终端显示通用态势图，让士官理解通用态势图对作战行动的作用，可让负责系统操作的士官更好地协助指挥员理解、构想、描述、指导和评估作战行动，
在作战流程的作战计划阶段，通用态势图上显示的己方空地部队图标，有利于下级指挥员更好地理解上级意图，同时通用态势图还有助于下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确定作战相关信息。此外，通用态势图还能提升部队的协同能力，在作战实施阶段，通过对通用态势图实时更新，态势理解在各级之间共享，使各战斗要素之间更协调一致。指挥员还能通用态势图评估部队的表现。通用态势图是立当前行动单元电台网络联谊上可以利用信息系统用文本消息的形式通讯，联谊下则一般利用电台网络或者语音方式通信。移动电台、车载电台和供电系统的搭建都是十分耗时的工作，虽然士官对电台的操作非常熟悉，但是也需要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提升搭建通信网络的效率。由于野战指挥所电力需求大，燃油的补充和发电机的维护也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燃油消耗不仅是发电机，空调的燃油消耗量也比较大。04指挥所开设指挥所是一项非常复杂艰巨的任务，每个帐篷、每台车辆、每台发电机、每根天线都需要各就其位，并且不同的指挥所布局和开设流程各不相同。这就是为什么士官们要反复进行指挥所开设演练的原因。组织演练时，士官首先要把人员分成若干职能小组，类似班排组织结构。这些职能小组中由士官担任负责人，按指挥所分类分别开展工作。下图需要注意的是，并不需要各个小组同时开展或者同时完成工作。例如发电小组的工作必须先于通信网络小组完成，但信息系统小组的工作则在当前行动单元搭建完成后才开始。所以作战部门的士官长需要根据指挥所具体类型和具体情况灵活安排工作。指挥所开设演练内容是立指挥所的开设，必须符合合成部队战术机动需求。指挥所是不是要搭建成罗马大剧院那样不一定，具体情况要根据指挥所存在的时间和需要履行的功能而定。不是每一次开设指挥所时都需要功能齐全，面面俱到，满足任务需要，按阶段事情确定指挥所规模即可，否则就是浪费时间，浪费资源，降低了指挥所的战场生存能力。最后，士官在指挥所中的角色与在一线连排完全不同，士官根据反映了人员装备配置的战斗花名册组织士兵开展工作，并根据指挥所类型确定训练内容，为满足不同任务组织不同分工的小组保障指挥所的开设。不论是指挥所的开设还是战斗过程中，士官都能制定出相应流程并进行演练，以保障指挥所高效运转。这就是士官在指挥所中应当发挥的作用。